Hello， 大家好，来到了彩券行，要来记录感人的兑奖时刻。一百、两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、六百、七百、一千、两千、三千，哇！一次就领回了3700元啊！哇，真是棒棒棒啊！你看，有这么长这么长的兑奖收据啊，看这么多这么多呢！哇，虽然说花出去的钱远远比领回来的中到的奖金来得更多。但是咧，能中奖就是爽啦！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，希望以后可以中奖越中越多，然后可以中大奖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